于总华裔，啊，咱海外的这些贵宾，感谢，啊，你千里迢迢啊，哎，诸位买机票啊。啊，咱的林昌德乡长哈，掌声，二二掌声，二二掌声，小文彪掌声，小文彪掌声，小文彪掌声。来，差不多暗时十点。差不多啊，黄新富甲因大家新富所讲的赞哦，真赞啊！你也看卖，所在伊来遮安尼，甲咱替咱做遮济社会福利，遮济迄个宗教的传教的代志。啊，予咱大家伫遮得到平安，即安尼，即就是咱的神父天主教真伟大的所在，对无？对啦。所以即几个神父哦，都经来传，即个哦，这是连战啦。咱台湾啊，啊，伫竞选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拢去行迄个寺庙啦。但是啊，教堂吼较少。台湾是一个迄个宗教自由的国家，最自由的。你啥物款的宗教拢会使，像我厝吼，我厝啊，本来是宗教的啦。阮的家庭内底求安定啊，求和平啊。这就是宗教啦，对啊对啊。对啦。所以咱这边要选地，要选啊，无安定。啊！那安尼制造迄个真济，予咱会惊吓的代志的事啊！啊，这个是激情国家的领导，因为这样做的哦。萧文昌，动身，二号，动身，二号，动身。